大家好，这欧厂上周收到我们来自日本厂商最新的枕头 sample， 睡了一晚之后觉得实在是太好睡了，大家一定会非常的喜欢，所以现在赶快来介绍给大家一下。你如果是一直找不到好睡枕头的人啊，强烈推荐你来睡睡看我们这种颗粒枕。这颗凉梦枕它里面就是这样子一节一节的，像是吸管一样的这种微粒的 ，QQ 的哦，恢复性非常的好，而且是食品级等级的 PE， 所以对我们的人体啊，还是环境都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。那为什么要睡这种颗粒枕呢？因为它的这种枕芯啊，流动性比较高哦，比较会跑。什么叫比较会跑？我做个实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一般的羽毛枕啊，还是乳胶枕啊，我们的人躺下去，这个枕头就是单方向的往下沉下去的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人会觉得，脖子下方到肩膀这一段空空的，一直没东西 hold 住的感觉，就是这样的原因。那这种颗粒枕啊，因为它的流动性很高，你看哦，我也是一样，先把它对齐这个缝线哦，然后这样子，躺下去之后，这个图案已经完全不见了。这个颗粒枕的枕芯，它会流到我们脖子下方这一块，然后就是有一种 hold 住你脖子的感觉。那你看它这个枕头这两侧又做成这种，这种曲线。跟我们的肩膀的肩线是一样，我躺给大家看。因为这个枕头它是颗粒枕嘛，所以它的枕芯的流动性很高，所以它会往下哦，我们脖子啊、下方啊到肩膀这个部位，整个每一个空间都紧紧 hold 住的感觉。那我们的王样也是颗粒枕嘛，就是会有一种 hold 得太好的感觉，有些人反而会觉得哦 hold 得太好，有点太紧实的感觉。那像这种情况呢，我就会非常推荐你睡我们这颗凉梦枕。那因为我们的凉梦枕它的枕芯是这种吸管材质，所以它同时具有 hold 得好之外，还给你一种弹弹的感觉。那它这个两边啊，这个脖子的地方它做成两种高度，一边是8公分，哦，这边则是 8.5 公分。因为每个人喜欢的高度都不一样，所以就看你怎么做选择。那你可能会说，那我两种高度我都不喜欢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它这个是做成这种 neck pocket， 也就是脖子口袋的这种设计，你可以这样打开，然后你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个是塑胶吸管的东西给它拿出来，就可以随意的调整你自己喜欢的高度。这个 neck pocket 的这个部分呢、你如果拿一个纸杯的量出来的话，它会减少 0.5 公分。那这边呢，这原厂则是告诉我，你如果拿两个纸杯的这个吸管出来的话，那会减少 0.5 公分。然后这也是一颗侧睡跟仰睡都很好睡的枕头。欧厂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枕头的秘密哦。一颗枕头要怎么样才是一颗侧睡跟仰睡都同时很好睡的枕头呢？秘密就在于这两边，你这两边一定要加高，因为我们的人的肩膀的宽度高度比较高嘛，你躺着的时候头的位置会比较低一点，当你这样子转过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男生肩膀高度比较高，所以你这边呢、一定要做的比较高一点，你翻过来的时候才不会有卡卡的感觉，像这样子就很好翻，因为翻过来的时候这边比较高，你肩膀也比较高，你的头的位置就会是在一个正确舒服的位置。那你看我们这颗凉梦枕，它有透过这些 3D 立体的这个缝制啊，做成一个这种 smart slope 哦，这个都是这个原厂的术语，聪明的斜坡。我们头在这边滚动的时候，就不会有阻碍感，也不会有异物感哦，很好滚。那最后强调一下，枕芯这些像是吸管的东西，都是日本制的，那这个触感就像这个马吉一样 QQ 的，跟我们一般非日本制的这种塑胶吸管的这个触感差很多，它的弹性跟恢复力都非常的好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整颗都可以下水直接水洗。那在这个尘螨啊过敏问题很多的，现在有一颗很好清洁的枕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这个有过敏啊还是睡不好的朋友，非常推荐你来睡我们这颗凉梦枕。那如果这个心动的朋友或者是喜欢的朋友，记得再到我们的铃木太太的官网做选购。那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